们今天早上能够复活在上帝的荣耀，开启我们的头，每一天都不断敬拜，一个是创造我们，一个是敬拜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二是早晨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。你容美早显起我心，看我的耳朵，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。再一次，看我的眼睛，让我你容美彰显吸引我心，开我的耳朵，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。我的未央情
主啊，让我们依然爱这主啊，他的平安永不变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依然主啊，抛下我们所有的烦恼，主啊，就单单的来敬拜你，仰望你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刻，主啊，请你来摸着我们的心，主啊，请你来触摸我们的心。透过这个时刻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够弟兄姐妹齐心在这里来敬拜我们这位阿爸天父。我们知道吗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上帝的爱对我们永不变。同样的，今天可能山会动摇，地会改变，当然我们的爱也要对上帝依然的不变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这首歌，阿门。Thank you.
诉我们，让我们看我们的问题都能不能解决。主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把一切都赐给你。感谢你在两千年前为我们慈爱的把我一切的罪孽，主啊，这时刻让我们每一刻每一夜每一秒钟，主啊，就要定睛仰望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哈利路亚。每一天，每一夜，每一分钟。
的心不要忘记啊，那边上关爱心结生命啊，从此不再忧伤，你不会再是听别人的见证，你会亲身经历的，只有这样你才会紧紧的跟随，不再远离。是的，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从没有撇下我们这些孩子，你却让你的耶稣独生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。所以主你说我们叫心里相信，首先是我们的心要转向你。主啊，谢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你的真实，因为你不是宗教的神，你不是别人的神，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，每一个人的神，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我们不要看我们的过去，我们不满足我们的现状，因为你是无限量的神，你说你天上的窗户已经签好，你各样属灵的福分都要给我们，我们只是一颗愿意单纯为的心，我们渴望，我们更多的认识，我们更多的经历你的真实，爱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主，愿你赐福今天来到的所有弟兄姐妹还有心灵，让每一个人做继续的认识你，经历你，感谢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